在三峡老街有一间店名很有趣，它叫做糊里糊涂，不过里面卖的东西一点也不糊涂。它专卖莺歌制的台湾制本土茶壶茶具，是莺歌三溪陶瓷的专卖店。1989年创立至今，21年来创作过的茶杯茶壶作品超过100件，每一件都是艺术家们亲手制作，极具特色。来到糊里糊涂，满满的茶杯茶具令人眼花缭乱。不管你是喜欢陶土做的茶具，还是陶瓷做的，甚至是复古紫砂系列，这里应有尽有。作品虽多，但老板还不因此而满足。他希望经过不断的创作研发，能让传统的中国茶艺融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。譬如这个外出行的茶具，谁说出外踏青不能够悠闲的泡茶聊天？糊里糊涂的这组茶具，让你随时随地就可以跟亲朋好友把茶言欢。响杯又叫做祥杯或吉祥杯，据说起源于宋朝，可以让喝茶的人心想事成，财源广进。原本为皇帝私藏专用的茶具，因为制作不容易，所以自古以来都用来收藏观赏之用。现在糊里糊涂将它推广至民间，希望买它的民众也可以跟皇帝一样心想事成，财源广进。而这里还有个人专用环保杯，或是携带方便的泡茶壶，更有许多造型独特的茶具，例如12生肖、水牛茶组、荷花香玉壶、手绘描金杯等琳琅满目的茶具任君挑选。喜欢泡茶的民众当然要来这里精挑细选，不管你是收藏、自用或是送礼，绝对是你最佳的选择。